托文官，武艺十八般，会是夸大口，地用两相传呐。在下金毛翅别有懂，如今当着我拜哥颜春敏，身为孙安大人之职，受了皇上御赐，尚方宝剑先斩二虎头。因为文帅襄阳王刁角多谋不轨，在了襄阳的所在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收留着一挂江湖流寇，武林的师范加以训练，意图有条一日你要将着我大宋江山推翻。因此我拜哥颜春敏当着我来到这个所在，你要查明着伊奸王刁角造反的证据。是啦，我来到这个所在襄阳地界，低头无亲，低头无戚，并无任何办法可以查出蛛丝马迹。对啦，在了襄阳盖阳关的所在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做马步快，也就是现代刑事组三组的组长，希望将此人的口中能够查出襄阳王刁角任何造反的蛛丝马迹。是啊，望路启程啊。啊，万叹啊。壮志未酬身先退，尚使英雄泪满襟啊。在下叶飞鸿，乃襄阳盖阳关的捕头，也就是现在的三组刑事组长同款。前日李秀才家后被人奸杀，口中一块修道人八卦符的嘴角，显然就是这个修道人要强奸李秀才的家后。李秀才的家后是在喊叫，这个修道人一时他感觉非常的紧张，才将自己身躯这个刀袍给捏一角，来插在这个女子的口中，然后将她先奸而后杀。如此显然就是修道人来做这个案件。我正在对着这个道观，道观这个方面一个调查，会使讲莫误一方，费时作眠，用尽全心全意来破案。哪在官老爷
唔知怎样来叫我停办着这个案件，又无端将我革职，又无端将我革职，哎呀！我也不是来吃钱贪污，或者是任何代志无奉公守法，今仔日无端来逼人革职，我安怎会甘愿？不但如此，近日女子被人奸杀的案件又增加数件啦。这个被奸杀的女人非常的可怜，一丝不挂，受尽凌辱，官府视如不见，视如不见。到底是受到什么款的压力？好，我今仔日我叶非凡，虽然我失去波头的身份，但是我无论怎样要对死教一个交代，我一定要将着这个案件给查一个蛛丝马迹，一定要给水落石出。是，四处来调查。国人自守本见说，休管他人恶相送啊！什么人？就是我。你这个福建的道人到底什么人？来到这个所在，看你来意不善。你如果坚持要查明掉这件案件，那你要回魂，自找死路。我劝你现在立马赶紧来离开掉这个是非圈，要了无，你的全家的人的性命受你拖累，你本身冠冕条律，你敢威胁我做刑事组长做二十几年，无一个失利这么多，显然给你看起来，你这个何明仁一定当着强奸着女子的案件。凶手有所关联，所以才来到这个所在搞恐吓。原来我叶非凡是吃软不吃硬，你这个伏兵老多，我一定将着你面大提出，查出着真凶，看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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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叶非凡，那你分明自打死亡的计算。身穿道袍的何明仁，当着叶非凡双方一场两争虎斗，真是英雄国典英雄气，两争虎斗谁庆幸？呀哈！呀哈！呀哈！呀！啊哈！呀哈！呀哈！呀哈！这，这，呀这！双方连战数百回合，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败，半斤八两，难分难解。这个时阵，我面临你的输赢绝招了。小子要回魂，功夫不劣。到这个时阵，我准备放出的我烈火珠，将着你要回魂解决断杀。烈火珠放出，那么你不用安劈。
飞云则是，面头前一粒的火珠向我袭击，提高警觉来，哎呀！火珠袭击到叶飞云，叶飞云的性命差不多踏进死亡的界线了。果然叶飞云中到烈火珠，现在身受重伤，活命在逃。后面后面您准备对杀，朝哪里去对？在下白玉堂，哎呀，面头前敢是我的好友叶飞云，规个身躯敢若亲像被烈火焚烧，看来。叶飞云为何这般狼狈？我为着查明着女主被奸杀的案件，不断被人推挤，又受到何明仁的暗杀，从情听说。哈？如此也够天理嘛？为着查案件，被人死透咯。那安尼讲，显然这个凶手后面必然有真大的这个靠山。那安尼，这个何明仁都是凶手。我已经无望了，但是在我临死时阵，来看到好朋友任无期白玉堂，白玉堂，伊会将我收尸埋葬，并且。来完成这位位置，将着这个凶手给抓出来，绳之以法，对这被强奸致死的女子，交一个交代。何有振作吧，无名休矣。可怜怪好朋友叶飞云，一生做官不贪不处，奉公执法。如今在襄阳的所在，襄阳王输掉伊的部下，个个贪官污吏啊，来将我的好友私偷了。我的好友又被到凶手的拍死，我今日无为好友报仇，誓不为人。不知死活的小子，你要为你的好友报仇，那我就将你当他一体东西。哼，你这何明仁讲巧也无巧，利用着何明达将着你面大珠，你的身躯所穿是一领刀袍啊！由此可见，你就是道观的修道人。今天来将着我的好朋友叶飞云相杀，你可知将我什么人？有名难名来，我这是五次再来。
阴谋起白玉堂。曹小姐阴谋起白玉堂，有何出奇？你既然要为叶飞鸿报仇，那呢本山人就将你送去高调阎王殿，与他相会吧，主帅。呀哈哈！呀！啊！是！呀！呀！是！是！呀！是！呀哈！呀是！呀哈哈！呀！曹小姐，金毛刺白玉堂，七级武艺再来，真正是名不虚传，功夫不弱。好，到这来，我完全放出掉我烈火珠，用烈火珠消毒白玉堂了。起！妖道烈火珠有何出奇？我白玉堂提出着我师尊所送我水之球来对付着你烈火珠，放出水之球，去！烈火珠竟然被着这个小子白玉堂的水晶球来给我打败的，烈火珠击碎，烈火珠击碎，到这来召回上策，召之以安，见驾必亡，我给你开现场走了。你这个好命的妖刀，
已经望风而窜，早就罢了。我一定要照着我的好朋友叶飞云的交代来查出真相。显然强奸女子的人必然是当着刀棍这妖刀这修道人有所关联。我先来将着我的好友叶飞云尸体给收验，然后四处往到刀棍的所在查明真相啊。可怜的叶飞云死在万丈的凄凉啊。哎呦，恁祖妈我是大卡婆啊，小姐，啊，咱今仔日吼准备要往到清风观来拜神，吼、哦。是啦，我父亲就是天下第一宗，天下一剑西门进，我大哥也是鼎鼎大名，对风剑西门说。哎呦，也拿咱这个天下第一宗吼，是这襄阳的所在，会使讲吼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出名。嗯，欢迎今日走，无人敢动到，光溜溜无人敢牵手。啊，啥物人敢动到？恁做嘛都拍的妈妈好，顺耍车奔到变成一只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母，你讲话唔能这么夸口，咱人吼爱留啊吼，安尼较谦虚嘞。较袂个人玩，哎呦，恁做嘛都是不那呢啦。我是这天下第一宗来这里做干杯，嗯。来一个做爱干，吼、哦、呀！我那是无简单呢，我粗干非同干呢。嗯，你讲话哦真粗鲁，啊、爱干的干啊，无要讲多一个干啊！我已经一只干十几年啊，哈、啊！什么十几年？干这个工作干十几年啊啦，对不？小姐，你安尼吼，一个七岁时阵哦，啊，我就来这安尼哦，要跟你做伙，啊、已经十外年啊，你即摆二十岁啊，经过十三年啊嘛，对不？是啦。咱两个人感情敢若亲像母子共款，对啦对啦，好啦，啊来清风观拜神哦，拜看迄个神明哦，会当庇佑着你哦，早一日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哦，安尼哦，好，说说烟斗啊烟斗哦，啊身体可用个奶操诶，是啦，你母，你准备带咯，好，行来去咯咯咯。
逍遥多春秋，青龙白虎并肩游，动力乾坤西周化，乌中日月。人生有兵的多，铁匠多人接戏，我乃是清风馆的馆主。哼，前几日我抓到女子给奸杀，不死红牙，哪知就是这个小件叶飞云做这个刑事组长，一直要给我调查刑事组算什么，这些人的朋友拢是在做王爷的，要在做立法委员的，所以讲你要压制一个刑事组真简单呢，世间拢是无咧公平的啦，有势力的人才有法度大声。哼，我强奸查某，安尼一件过一件，要这个叶飞云，你要将着真相查出来，要我赶紧叫到这个襄阳王赵觉，到这个知府大人的所在，给冻掉，叫案件袂使查，然后将着叶飞云马步快。刑事组长的职位给他撕头咯。所以这样没人敢办我案件，但是想不到叶飞云真白目，虽然是没头咯，虽然是一个平民，但是无论怎样他说他要替死者伸冤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复命，也将着叶飞云给他打死，哪知后来当着对方也就是五次再来，这个白玉铜金磨器两年的高手，我的烈火珠被着一水晶球所破，因此我夺回着我的清风馆。我清风馆内中会使讲机关顶顶呢，本山人规世人跋筊也无啦，食薰也无啦，啉烧酒嘛未啦，咱是人讲安尼人生哪有啥物趣味？我的趣味就是要当着这个美丽女子，失格失格，哇！成就乱红之高，强豪无悔之路，哈哈！哪位水查某囡仔老师吼，贫道会使讲会使，非常的欢喜就对。所以我在建造到这个青红馆的时阵，有下到这个机关反叛，在这个拜神神明的头前，这个查某囡仔来拜神的时阵，是不是在跪嘞？一个跪在神明的头前，这个所在我就安排到这个地板，机关啊反动，那个查某囡仔都跋对到这个石窟里，跋对到这个石窟之后，反板佫扛起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然后我就到这个暗洞内底，哼，也安尼哦，暗洞暗蒙暗，我一顶悬看到查某囡仔水，我就佮刺落去，查某囡仔就落落，我入去内底佮伊强奸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为那将我就给他强奸了后，吼，要把酒给他绑嘞，佮放伊走。要为个查某囡仔临死不从，我就先杀你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讲，真水的查某囡仔来搞到这个所在，敢那亲像一个上马骑虎了。我今日虽然被着对方白玉堂拍败，心有不甘，但是啊，我感觉那真水要女人咯，唔知那人的天生体质都无同呢。单抬着美丽姑娘来这所在参拜，以便兵多等于交合。来哦喽，来哦喽！徒弟大头公啊，你是在走怎样？变了变帅不？吼、哦，这是小姐，小姐是安怎？免遐尼紧张，慢慢来讲。吼、哦，这是小姐，哦，我随你敢追？我随，都是我。嘿，何如云的新宅，何如云的新宅，是啊，哦，嘿，阿妹，嘿，性感，阿妹性感，是啊，我穿个大褂，你穿个阿妹性感，哦，大哥有无？好、哦，那边哦，我姓萧强，你敢知？哈，面则姓萧强，是啊，哦，佩服我呢。哪里行啦？唔是啊，讲者挡袂牢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皮肤白里透红，人故意讲谈子可破，谈子可破，佮亲像豆腐咁款，软生生 ，Q 弟弟，
讲话就讲话，你闲啊闲啊，为啥样那还咧惊破棚？啥？都拢在吃我也无法度啊！我刚才看到就惊破棚，我都无法度。讲好啦，代志讲个煞。哦，一头毛登登，哦，我个你红啊，夭寿哦，声音够劲来。哦，师傅，还是有事咯。啊，你好，那呢准备搞到这个整天的所在，机关翻板甲砌落去。嗯，那打搞的所在甲砌落，好落在地落咧。然后病毒来去解释个释个，赶紧去办。哦哦，真水，我来办，我来办。哈哈哈哈哈！打破铁木马术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正在被别个同打败心情郁闷的时阵啊，忽然间有萧强来这个所在，不是啦，不是萧强啦，是讲面真像萧强，嗯，身材亲像何如云，我准备来去享受享受了。到底啊，阿诺，我有刚刚准备啊，我有刚哦，哎贵啊，一盖吃三粒啦，我准备来去，嗯，我三粒吃了，你会巧也未？无啦无啦，我无心装备啊，哼哼，来去，哼。是我来了，爱干来了了了。哎呦，来个清明的所在哈。嗯，面头前头点香，啊个下愿吼，伊吼即卖保庇你嫁一个好翁。是啦，多谢这个干弟。是啦，多谢我这个爱干你诶好朋友。虾米？唔是啦，我是你的爱干，但是我甲你干啊亲像好朋友。哼、嗯，讲话唔能这么粗鲁呢。好，喂啦喂啦喂，好，啊准备来拜吼。大卡婆，大卡婆哪会无去呢？嗯，拄才明明都伫我身边，为怎样大卡婆？啊，哪会煞全无看？我准备伫这寺内搁找看卖咧。做嘛安尼跪咧拜吼，啊拜一下尔，啊唔知先啦，哼，啊煞落地家来，暗飕飕，啊哇哟，要求对面就公司卡托司机，啊哟，但是变啦，嗯。这一个地落来最暗无天日，我这个铁匠刀人准备要来甲这个萧强，吼。我又讲吃三粒的我较地，那亲像石头同款。嗯，小姐，哎呀，是啥物人甲恁做嘛？摸我的肩胛头啊！恁做嘛已经五十年无开放了呢。啊，我昨暝吼咧困的时阵，忘记迄个元老甲我讲，我今仔拄着一真缘投的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吼、哦，讲亲像迄邓光荣啦，哈、啊，亲像迄秦汉啦，迄、那个缘投呢？哎呦，啊个真正我真傻，啊我一只都去拄着你咧，小姐，啊，唔、嗯、迈、嗯、啊，你我在这个所在，
来宿舍幽园哦。哎，人家不要。来，你我当来做好朋友哦。来，宿舍见缘。哎呀，恁祖妈五十几年北京安怎着？啊，今仔日侬安怎着？恁祖妈啊，真欢喜。声音来安尼，姑娘，来来来来，只要你来地我，你定享受不尽荣华。哦，行来去。哎呀，人家不要，哎呀，不要啊，不要不要。呵呵，查某囡仔总是较会歹势，行来去，来去来去啊，呵呵。卖啦卖啦卖啦卖唔啦卖唔啦卖唔啦，卖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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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卖卖卖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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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加油！我来去来去我来去。什么的小强哇，阿明明是阿皮伯啊，哎呦，什么的秦汉阿、啊、我母咯，哎呦，比阮秦皇较歹，靠白老恁祖妈，你徛徛徛徛徛去，啊哈，恁家不要活了啦，哎，高老仔阿贤啊，明明讲是小强来变成阿皮伯啊，实在明明我气死。哎呦，恁做嘛不爱我了，我要来自杀，我要来吃米线搞死了！哎呦，小姐，到底大头公家出来，到底啊？好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在你怎么是甲恁师傅装笑啊你？阿罗师傅，我拄只叫你机关反板甲你落，还拔对地落落去。你甲讲亲像小强遐尼水哈？什么何如云？什么白嘉丽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也跟你讲袂差，迄足水个啊，足水个。无猜我三粒威尔刚，你狗奴才！啊！哦，所以你甲要扒落？哦，当时一个老家婆啊，五六十岁，啊，贫道安尼哦，不怪哦，这系娘娘的旗袍、哦。是师傅，什么是娘娘的旗袍？啊，算不算软软的毛旗？哦，我安尼无大毛旗，甲一个老家婆发生关系啊？师傅啊，安尼我看是机关出问题。啊，机关出问题。两块翻板，一块一个东边，一块西边。哎、啊，迄个老家婆啊，是饲西平，迄个是姑娘饲东平，吼、哦，可能我要甲饲东平，饲唔到，饲你西平，啊，怎老家婆啊跋落去，啊，你怎啊甲你威尔刚和迄个老家婆啊爽快？哎呀呀呀！啊，你这是查某抓个公司袂使，赶紧甲推出去，将到迄个姑娘甲你抓入来，啊，那无恁爸查甲你公司。好啦好啦，师傅啊，歹势啊，害你三粒，我又讲，迄一粒唔是讲400块咧，三粒千二，无我则赔你啦。也我系精神咧，我阿哩无代无志，叫我糟蹋去。好好啊，糟蹋嘛是同款啦，电话家店店，迄拢总同款啦。啊，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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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话遮多，好，我过来去，我去哦。